彰化縣政府為了推動家庭防暴力，為6月底開始邀請蘭風車行動劇團演出玻璃鞋劇作《灰姑娘》兒童劇，透過戲劇演出，將家暴防治的觀念傳予每一個家庭，讓囡仔有一個安心成長的環境。戏剧的内容是以儿童故事为主题，改编小朋友所了解的剧情，将防治家庭暴力的观念深入每一个小朋友的心内。我不赶快走吧，我好害怕哦，我想待在这里。彰化县从2001年开始就全力推动儿少保护的观念，并且针对儿少保护规划一系列活动，让所有乡亲拢能共同关心咱国家未来主人翁。好爱拿风车，会当将防范家庭暴力观念建立关内每一个角落。彰化县政府社会处长表示，希望透过儿童教育方式，将儿少保护的观念建立每一个家庭。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，那在我们彰化县家暴防治20周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宣导。那最主要，我们找一个剧团，我们把这个家暴儿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，用一个影剧的方式，我们这一次是玻璃鞋，然后剧作灰姑娘，然后里头很简单的把一个受虐的一个家暴的一个孩子的情况呢，由一个很轻松活泼的一个电影的一个那种影展的方式呢来呈现，让大家把这样家暴儿虐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深植人心哈，然后我们要一起来努力，我们是一个无家暴，然后零儿虐的，让我们的孩童在一个健康、快乐、幸福的一个环境长大。这个活动不只是只有剧团的表演，还有有奖征答和摸彩活动，现场并且拿风车 DIY， 让所有乡亲都能了解反儿虐的重要性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彰化采访报道。